天冷了，熟一点。嗯，就是搁里烙。嗯，俺妹妹给我打黑油皮。一个锅就沉淀一晚上了，这个水洒了。哎，这春天好了。这放啦，下来了。来我们得跑外去了。俺去外先找找嘞。来。弄开点水，哎，天了，又弄温水，又弄温油，又弄温盐。好嘞，再见。你弄开点，反正开不了。来来那是我一问人家，一喊人家就出来了，人家着急不出来，咱不着急呢了。一会儿又来，要看那小猪回来了呗，要看他倦了。来，那小猪还没回来呢。你问伢子到早都回来了，那你叫都回来了，那不用叫他，那电视上了，他待会儿也待会儿都回来了。那我的没了，你要去找找，就赶紧我到后面了没有？来。这行，嗯，找着了呗。这和田呢？
后来我记得是那晚那片我都找来，我看不见一个。上东方找来的。找我那东方找来。东方那片我就找来。我把那儿把那儿俺爹那房后头那儿到上庄那儿一找来没有家。那不是找来，那会儿看你看一在上边，我在这嘛，你在这嘛嘞？你那儿也没？嗯。叫着人家那一问呢，还这个挺清楚呢。你爹听着不了也找不着你，太黑夜我出不来，回来。那你咋来过去？哎，他已经黑夜来，赶紧家里回来。他撂的这个地上再找不着也看不见，遇到一个小猪，一个大猪对着找啊回去呢。那时候给回来了一个小猪，他天气到这时候来了，就是。那我往河台里，人家那猪姐跟前找了的，那家号的都找来。我搬着哎，我搬顶的跟摔跤的。我上面咋的？人家那摔跤，人家都盖的。我这看见那摔跤，那顶嘛，人家咋的？我那顶人家都盖。工程局咋的？地上跑。我天天这磨家。嗯。要是干黑不回来吗？我就是搬着呢。嗯，现在这话挺清楚。嗯。然后谁给牛走了？我厂里有20多斤的。有。嗯。干黑也看。正好我家。那挺挺好的，等我你看粘人，哎，去年都粘人，印的。那黑眼看看吧，那找也找也找来，那没了那。一般年5-6回没了，伢猪小猪找来了。啊，那不敢说，黑眼了，咱还回来了。黑在光那个，但是我在这黑害怕他们，我是我光也等他回来，是呗？嗯。